一阵子的改变，啊，以及咱人民的改革，咱人民历史上的邀请，会当伫再去这个坎坷啊，来甲咱个人感到非常的幸运。那么，伫这个特别来对啊，是我想要甲咱报告，就是有关于一贯的这个内涵，甲信仰的特色是啥物呢？那么，在座各位啊，虽然伫这个坎坷来听，啊，咱这个龙眼大会流传去外口，啊，流传外口。那么伫外口来对啊，虽然一贯的这个了解，可能无咱遐尼啊，这个阿遐尼啊好啊嘞哈。因此，伫那里有咱这个坎坷的报告，以外，有咱家己内涵知影，啊来介绍一寡互社会人士知影。所以，我们的报告可以说的是信仰一贯的有个含的好处是甚么？那么，对于一贯的到目前为止啊，还阁是予人感觉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一个宗教信仰，非常神秘、真神秘。感觉讲这个宗教到底是在创啥？伊谈的是甚么物件？伊做是甚么工作？感觉奇怪咧，有当时啊，阁虽然诚心邀请人去看，有当时啊，阁无爱人知影咧。所以，是社会人啊，是各位啊，有看到电视的人啊，应该感觉这一段多，也感觉足新奇。但是，一段多，有人会感觉啊，历史以来啊，几多十年来，咱对人间的误解，啊，甲政府的改进，这段真辛苦的路程啊，咱逐个拢行过。过去一贯的，予人批评，予人指教，上好听的讲压两代，上歹听的讲天下更可以败。这是一贯的，是人间人误解正深的所在。但是各位，在咱的政府，在咱的人情，在咱的风俗，是绝对无用人工正心裸体来解答，这无可能。尤其一贯的道亲。真容易啊！去度人，度人就是讲带你的亲情啊、朋友，带你的爸爸妈妈来求道。咱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对妈妈绝对无讲头壳歹去，然后来遮吼，下心落去拜拜。这是上届会当有那个证明，讲一贯都会向讲咱下心落去去拜观音啊，就是因为咱咧传三宝传法的过程内底，未使互看。袂用咧防灾呢，啊，所以人去外口就甲咱防声哦，有啥物袂当看？啊，其实在历代以来啊，传法拢是秘密的，传法是秘传的，这是为遮来，就沾染着就不管到来往，就甲咱个因为报纸啊、刊物。
这个是我们叫的，每个人都会啊，做一个啊，这个互相交流。当然，你在学当中，啊，就是要让咱各位会当真正去对咱的心性上啊，做一个提升。尤其学习学，不是落去这种。咱的这个小学，毛是落去学术之学，因为咱学的是叫做现学之学。现学之学，因为咱的学校的迄个教育是叫做。文学，所以咱请来图书馆，咱个讲叫做文学编报，叫做文学编报，文学编报。哇，这个人文学真好哦，这个人是一个博士哦，这个人是一个学士哦，这个人是一个学士哦。过去，离咱文学几十年代、三十多年代当中，那伊到某一个科技大学。咱电影的船长、电影员、电影的这個代表，哦，啊，就写一条的时阵啊，迄安怎，啊，就去因，啊，因为这个厝的头前啊，就搭讲讲，有无？甚至啊，去到七十多到八十岁，他们迄个他都没讲，哦，啊，就讲讲，阮内底当中有出一个学士，对不对？啊，伊即马有一个学士，他就给即马大家传讲是学士。咁唔建議你，你後生啊，嗰條大家交往天天出嚟計單裝，你後生啊，嗰條識數交往天天計單裝，那就唔啦吼。所以你做嘢即係學術嚟嘅當中，就漸漸，因咱人嘅生活水平，攞慢慢提升，在咱人嘅即個意識，在咱人嘅即個學識，攞開始一直要求伊較高學歷嘅物件。但是咱了解当中咧，在咱过去在下学历的时阵，甲进官学历的时阵，我请问咱各位，较早下学历的时阵的时代啦吼，咱的治安好；进官学历的时代，咱的治安好。问咱各位，较早上下学历的时阵，咱的治安是做好点点吼，啊无咱抢劫，啊无咱偷渡，啊无咱要做。哦，我讲要讲做一个差，讲着着真正的时阵啦，咱着咧小弟甲欠钱啦，咱为着小差啦。即马抢劫、偷盗、绑票，对无？反倒一大堆。即马那上行业愈悬吼，行业愈悬啦。那上偷工那上底线那上愈开，啊，要做歹代志个方法，迄叫做啦，叫做地。犯罪啊，叫做智慧型犯罪吼。啊，那安尼当中，应该咱会使当中叫做智慧型犯罪，咱会使来解释叫做住宿型犯罪、地陷型的犯罪、地陷型的犯罪。所以，较早咱若去行，迄个行业的时阵，我会记着，咱做人要了事实，那对父母的这个孝顺，会使甲讲，大家对父母非常的这个关心，嘛非常孝顺。好、哦，由于过去，哦，即、这个阿婆阿婆之间啦，吼、哦，会使讲，那讲啦，嫁入某某家，就是某某家啦，哦，嫁阿就对，那对嫁嫁就对嫁妹，啊，嫁到嫁到走，啊，嫁去嫁咧，还家己走掉啦，即马无人要安尼啊，感谢你吼，因为即马是哪，即马就叫道德沦丧，道德啦。道德两字，因为无去啊，文素已经无去啊，已经叫无去。啊，所以进人去学，进人去社会当中，因为你学习愈远，因为变成这个知识，这个知识的识，这个知识换一个词叫“徛
巧，变成咱人变巧，发巧，叫做巧舌，巧巧舌叫做卡，巧巧舌，对无？巧舌，啊，巧舌这个巧，就话就解释足轻巧的。我后壁你，我后壁含你的时阵啊，我才提牙齿走，对无？我无要做啥物，提牙齿走。那我会跳就着跳着，那我那讲讲有只含你撸啊，啊无只人呐，陪我撸啊，大家拢陪到出息的吼，无只人陪着我啦。啊，伊伊的这个跳鞋，伊这个跳已经生出来，这个鞋，这个地鞋的鞋的跳已经生出来，所以无要你吃亏啊。所以无要你吃亏，就是无遵循着咱中国固有的道德文化咧行。啊，这道德文化咧行，是因为你人弄了这个挑衅内底当中，你脑里面不识电量，你不识电量，你识电内底当中，就进下一个叫做政治，一个叫做政治，这款政治落去啊。啊，这款政治落去当中，伊这款政治会走轮回，会走轮回，会走轮回哦，轮回。伊走到轮回去啊！好，比如讲，因为咱人这个心心想要卡心了后，咱人都要艰苦。你们相信无？较早我来做就是简单滴，较早啊，咱的老爸啊，咱的老母啦，哦，可以食较老。咱做人惊伊个事实，家己烹面烹水啦，家己家己哪，家己提面去家己洗面啦，咱做。洗身躯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分啊，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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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吼，啊，父母教法，虽然咱的经济无解好，不过咱的第二个事实，为在父母身躯边改教法，做好势，对无？但是即摆也袂，即摆也袂安尼，因为即个跳这个事，这个跳已经跳起来啊，含这个道德已经无去啊，所以跳跳生出来，但是这个道德了无去啊，啊，不能。Yeah.
对不？该承认的，上头不严是我，他抓的那个最高血压不严是抓，那才要浪费的。你别让你管我，对不？啊，那你讲些事情我买得过啊，反正那你讲些事情，我讲他这是个做医后的谎言啊。那去到遐看，那有装医生，那有装护士，那有装那个过海桥，那个海都是。哎，我讲的太高了，太贵了。啊，我讲到这个问题，就是因人啊，这个习跳起来啊，跳就造出来当中，一年一尾艰苦啊，都挺无语啊。伊无咧讲道歉啊，伊无也艰苦啊，不可怜的无。哎，咱一世人吼，对少年，吼计较，打拼赚钱，吼今日时阵大家都打拼。咱做事。
那是啥？因为我太贵了，要听一个结果。我听一个结果了，哦，讲有一个某某啦，哦，讲因囝，讲有哪什么六七个囝，啊，讲因老母叫吊风雷，哦，叫吊风雷啦，啊，讲的时阵啊，讲六七个囝在那边饲啦，杀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杀到第第尾，啊，无可能在杀到老二啦。老母真，老母真请啊，差不多啊，就送啦。啊，老二当然因有思想在内当中，一定会伤心、会伤囝嘛、会伤孙嘛，这是必然物件。我有一件当中哦，哦，现在当几个包，我切啦，几个包，大概几个针，大概两粒，大概就好啦。啊，等下我讲到因囝啦，因囝的时阵啊，甲伊保姆烦，伊到门口去看护了，看护你知道？我恁囝来当爷，哦，我恁囝来当爷，伊目屎怎流？啊，无你好伟大，哦，啊，无你好伟大啦，啊，阿伯讲，我囝毋知是咧无闲，啊，太难无咧烦烦咧对啦，烦咧，啊，所以就替伊囝解释讲，我囝啊，可能啊无闲，我袂来，因为做了咧爸母啦吼。就是永远对家己囝儿一个阿母，但是囝儿就是一直对爸母当中，一直咧无停到无断，因为伊对伊的囝儿实在管我巴好势，对伊这人就菩萨永远就那么巧，心怀念社会无停到无爽，有影无影咧，咱家己思考者，啊，咱囝听道理，听道理就是听啦，免后悔这个良心的本性，这个告出来，良心的本性。咱家希望好了无咯？希望好了无咯？唔免那欢喜。当然，第一无是咱家己自身的方面。哦，啊，所以今日啊是啊，终于讲到有气吼。今日讲到是咧华人哦，咱姑娘特别来跟注意啦吼。咱华人姑娘啊，这个道理啊嘛非常的好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三个方面今日。啊，非常的辛苦，塞八点外钟的车，去到到十点钟，来福建外省嘛吼，是上无差的吼。啊，所以咱修道是咧讲成果，不是咧讲哦，其实嘛方便吼。当然，这点外钟当中，咱咱有法各位大家能够开智慧，安尼嘛是真好啦吼。不过现在学校至少时间，啊，我后摆是接我的时间，直接当中啊。最后，祝福各位大家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，谢谢。
真人，以及不真人，咱天主主伫苦心的面前栽培，啊，也是咱今日以及各位真人代表，不断加互相的鼓励，啊，互相啊，啊，一个学习的机会，啊，因为互相的。所以讲，对道理有还是有足济不足哦。如果讲咱学校有啥物唔对，或者是不足的所在，那么盼望咱台湾处啊，咱各位真来改变，咱甲学校包容啊，指正，啊，这是咱学校是盼望的。那学校呢，这样子来学习的这个题目是。神经甲地理关桥，清新自在，不过有
求我们来行咱修行这条路，行咱修行这条坎坷大道，哦，就会当体现咱本来清净良善的心，哦。啊，不过因为咱即个生活伫即阵现代社会啊，因咱心这种诶幻灭散乱，哦，所以这样吼。要靠禅定，啊，所以想念该带来地动，啊，所以咱多学点，那是这些哦，禅定是很关照的，啊。何谓禅定？我以上想的不能，我想的也是想的。这个是讲一种在花的，咱会当过滤，咱会当管理着一切的冥想甲执着。那么对内呢，会当过滤家己的自信，心情不乱。但是讲，咱对外离开了冥想。以前的人在心里丝毫不安，很安抚，很安抚。他告诉他，花无决定，啊，内心不断的在变改，啊，就是叫做想念。就是讲，我们各位学一学，那么想要做观念，对有做观念来的呢，也，啊，那个定义呢，还要做了解。那么，希腊古典哲学家，希腊，啊，一个苏格拉底，啊，又去泰坦尼克客船准备，那。客栈起飞，是就咱讲起是安尼嘛，讲就真歹嘛，真恶个就太对。所以，那个娶个国妻，耐将心是不行啊。哦，不过即嘛，那个是用文采来讲，讲即嘛不是的，然后再娶来讲，平时讲做工就做起。所以，对不起，有人就问讲，问苏格拉底啊，问讲，你哪会这么歹哦，这么恶，你哪会当忍耐啊，你哪会当忍耐啊？那么，怎样来讲？伊讲吼，想要让咱的下世啊，更加前进，起初。这下子嘛，要我讲个奖金。下次你看我个奖金，你别安装一万。啊，起诉嘛，要个奖金的，你穿运动，啊，弄凉区哦，你看至少千米。所以苏格拉底来讲，你讲，哪边好，那下次我个奖金，我还穿运压力，我都怕很多。好，你讲。他说：“这家店呢，你如果能够驯服得了他，你给他很多冰淇淋，那么你就是天下无敌，没有人懂。所以嘛，啊，过去干，在苏格拉底离开这些夫人，客栈起飞，
叫做安定，一种定的意思，哦。搁再加上讲明瑞士文，有一种真正冷静的观察，瑞士文方面，所以苏格兰会成就一位哲人、哲学家，那一点，所以我跟你说，我要得上，所以心情啊，我就得上，心情不乱，不情不情不情，心情平静，心情正了，啊，那些呢，就变逐渐心不乱，就心平静，这一方面来对方来讲，但是你话经常得上的，咱内在的心情，自然就可以了。哦，他说咱别话印象不如一切相，那么咱就在心想，对联就对啊，别话然后就改安定安定。所以讲咱的本性呢，咱的自性本来是足正清净宁静，只是因为你不用话印的时阵，拢分分起要相啊，思念，有一种思念的念头，哦。输给的两个字，啊，就是讲，咱是输掉，输输去不掉遐个，遐个点，哦，输输无一点，那么伫来了了咱清净念念的上本性，所以咱若是当遇到一切外境，可以当保持着咱家己自心不乱，那刚刚法律来也说过了，一无其事，真谛。那他做产品里面也是这样的，坐下来并不是讲坐几十分钟的伫咧遐，哦，安坐咧安落，然后真正安详。其实，但是爱做到安落，伫咧外衣上咧，你安下袂着想，那么安尼袂着想。而且伫咧一切行住坐当中，哦，咱有呾真正自在无碍，无所障碍，那么这就是想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我以前是用应该信仰去念佛一节，然后对别人进行不念一下。所以那这样都可以说真正一节，改一节，尊重一节做啊。那么凡是讲咱只有讲这两只，把这片片哦，你啊几十分钟，那那不叫尊重一节做，甚至讲也是太多误解。啊，坐到尾啊，连耶稣你拢走无到无代志，像一寡哦，甚至是不用代志的啦，哦，啊是我讲我今仔日要看到的事情，即是讲哦，我的哦，股票方面能够赚多少钱，那是不一定，说不定哦，未来还可能加钱。啊，真正的这是啊，就是讲，就是讲讲咱伫咧每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当中。凡是行诸多哦，属一切的动静，达到那犹如泰山不动摇。而且我断四门，断数做了几下，眼耳鼻口，但是眼耳鼻口不灵活变进来，达到每一个起心动念的，拢有感觉都特别简单。所以。做事上有的尊重跟讲究是这样，好，哎，他们如如不动，那来两个，那来讲一个小点，讲一个姓扎廷老君，禅宗大师啊，哈，那是禅宗大师，妈祖回，马祖道一，那伊祖师啊，伊是个去哪家哦去参详，那我们伊每一间很精进，就这样很精嘞，哦去参详大师，那住持的去哪？白杨大师，哦白杨大师，白杨大师呢，看到马祖会也英语较好，我听讲大有可为啦，可造之材。所以讲，你讲嘛，说你来咱寺的参详，那么你规日伫咧哪做救的？你是为了啥物？他说呢，想成佛是吧？
我想成果嘞，白龙禅师伊就去去健身啊来看，啊妈做对，就听到真放屁啊吼，我去健身啊来看是要创啥，白龙禅师，白龙禅师讲，像你说我，咱去健身啊来看是要创啥，啊，白龙禅师呢？我做镜，那好些人讲吼，高丽人家冷水面，安尼就出镜，哎，高丽，人家好些做高丽，所以讲对镜，哎，所以你讲怎样，本来给我做镜吼，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啦吼，所以讲就真好奇，讲我怎样会有这样做镜，安尼变讲高丽，我怎样还这样做镜，所以搞了才培养成就的来，啊，你不要当时我你干脆当行。所以嘛，做多一点，自首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是这样做，啊，好像禅师呢，就来做点比喻的嘛，吼。比如讲，牛力拉车，那么这架车会赢，你到底是要打牛，或者是打车？做点比喻。所以，因为哦，学佛并不是讲大家伫个遐，只在打坐，只在一个执着，那一个坐下。不见大道的话，那么一说走，好像不见他的一个真那个人了，所以说啊，为了马祖道里面，经过了那白龙禅师一直教的，哦，经过伊的学习了，那你还成就了啊，那一代宗师。所以，咱修道呢，要习惯明心见性。那么，先决条件要怎么样？把我们的心先定下来，啊，定就对了，啊。所以，大学里面的五个功夫，第一个就是定，啊，知止而后有定嘛，啊。要啊，静，能安人立人格，所以说我们好的很多是好聪明啊，将来我们到时候的栋梁非常的好。所以心静就心定，书呢静就表定，好，所以坐见本性也定，坐见本性也定，所以。定呢，啊，像咱个定力，吼、哦，心有所定，就是讲有方向、有方针、有目标、有指标。咱佛陀师尊嘛，咱起誓，啊，佛陀师尊咱起誓，天地间的真智慧，唯净德能藏得住。啊，天地间的真清净，唯净德观得住，观得破。所以说，一个人如果我无清，哦，静下落来讲，哦，就真容易被外来困扰，把咱的理智给蒙蔽。所以平安静下落来。所以，我们一个人呢，能够常常静观，哦，静观。对咱家己来讲，对我们自己来讲，欢喜解脱，欢喜解脱的地方。那对书来讲呢，就是讲探索、观察。对事物而言，啊，探索、观察。所以静中静，非真静；动中静，方真静。这样子讲。咱希望还有不一样，咱也讲，咱经理工，咱我们道歉呢，真的后学的看法来讲哦，这样子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哦，看起来我们各位道歉呢，是来贡献，然后就回来，就是
讲咱生活无咧，我会用平常电话来收，哦，包括讲咱户外伫个啊，是讲流行的地方，咱或许咱去做开始啊，比如讲瓷器哦，他们的修为的话，就是说哦，在某一个方面里面，咱一旦比咱容易创啥呢哦，干活是吧？哦，你完全直接完全不说话的，那么。我们各位道歉呢，大家都哦战战兢兢呢，你这个凡尘当中呢，你按照要去调和改变角色，哇，这就有了，非常的舒适，哦，非常的舒适。所以怎么样来让常常静观自己，哦，回到我们的心平气和，哦，平心静气。所以小玉蝶说。万物静观皆自得，万物静观盖主地。观呢，是由定静定静的功夫来力去练就出来。那么，那显灵的安来，禅定来自日出。信徒听了，哇，
足欢喜个。伊讲，其实呢，返回来用用是应该啦，吼、哦，是应该个啦吼。我每次过来到台湾呢，就感觉讲，啊，足正欢喜，足正轻松。我心灵上呢，敢若洗干过安尼，洗涤一番，吼、哦，敢足正轻松啊，清净啊。但是等你到厝了后，就感觉讲。我的心就乱了，我就平静安尼就对啦。所以讲，要安怎样在即个烦恼的世界当中呢，会当保持一个真正清净、纯洁的心，而且清楚呢，啊，一直开始的，所以不非常注重来问他，然后访问他，伊讲，请问然后，你即个花草要保持的新鲜的方法是安怎样？插进去会感染，现在会，是不要那过去的新鲜的毛毛。哦，一进会啊，我们就该了解，真简单嘛，咱就刚来换水，哦，把这个暖气的烟呢，把修电淡掉，哦，安尼，哦，可以免得卖高低哦，这个水电修复啊，烟暖，安尼就我就继续继续，啊，过去的新鲜的毛毛，所以我的想说用来讲啊，哦，做人就是两块，哦。就是不断的哎，接受着咱大众的哦，咱一个胜利之法来用的，保持一个顺便心呢，伊的道理嘛是共款咯。生活一个环境，咱生活环境就敢若是这个花瓣的水哦，那么带着咱的花，所以咱不断在伊个心内不断修复。所以说，或者想一想，咱好些个，事实上我刚才讲的，我那五代都中的。是咱各位前辈者，咱各位前辈在顶，甲咱互相不断鼓励，安尼，互咱互相敢能够走入一个正轨，那我是互相，也是解开难关，然后那边就欢喜就好，能够那边强起啊，感谢安尼。所以讲，接着是讲，不断不停的进化我们心，那么会变，会啊改变咱的心情，咱的心病，安尼嘛是，所以讲，那个咱。点咧，把咱无正当的心量、心量来结合、来调，安尼哦，安尼就当即个啊，能够这个花的话是很新鲜，那我们人呢会有所提升，会当提升。所以心中一条路就是欢喜的，啊，我的禅师呢啊，刚讲啊，禅师这么开心。所以讲，如果希望以后有机会呢，让来咱啊时来面吼，过有一种很宁静的生活啊，那种啊，享受一些晨风暮鼓啊，哦，不离方向的那一种生活啊。那事实上，不得尝试的改动啊，哦，伊讲，事实上呢，你的呼吸，你的后面，哦，一进一出的话，哦，那个就是一种，也是一种。哦，也是就是幻想，他们有脉搏的跳动，他喜欢他喜悦，啊，中午的话，事实上，希望淡然，啊，不管你家己愿意做这种境界，啊，哪一个地方都是无尽的，哪一个地方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我那个一个爱不起来，喜欢的地方，所以固定的这种东西，讲热闹场中做到强。热闹场中做到，所以讲咱修行很多呢，不会停工直接就像以前的所在，连这老年这老年所在，咱就当做咱家己应该要去做的代志，哦，哎，只有咱咱家己呢，哦，时下方面，放下那些妄念，放下妄念，抛开，哦，抛开那一些杂念，就是该找的，咱就能放开，哪一个地方不宁静呢？就不会停工啊。咱就爱去学习，所以讲，咱的心若无宁静的，就是算讲，予咱伫个青山古洞，吼，啊青山古寺，吼，安尼，感觉嘛是我都清净嘛吼，所以咱就爱保持一个真正清净、纯洁的心，啊，清净、纯洁的心，所以讲，咱就是伫个享受，啊，嘛毋是伫个时间咧。任何一个时间，任何一个时刻，任何一个因素，只要是咱这心、这妄念、哦、
善良的心标，需要日日损之。哦，那就要说过几个，来之日损，哦，也当日日损之，损之无为，哦。
所以讲这个输这个这强盗这个查到这个吼，啼笑皆非啊，这边那边好办的。那经过我比较，这才派来是来做这个吼，然后派到我们那边，派来是来做这个吼，准备回去我们店里嘛。那经过有新闻了，审问了以后，那妻女残尸低调一点，啊，受害者回来了，那传讯来，啊，来传过来的地方，啊，来问啊，问了啊，啊，妻女残尸伊哪个？这两个吼，不是中国的，啊，是台湾。经过我了解，我才晓得说，确实呢，黑钱是无问题的。那么他们被造的时候，我那把税收起来了，但是。毕竟，吼、哦，中国就是中国，有讲的物件，伊就爱想法子来制裁，吼、哦。所以，那这个中国呢，伊就去外国出来了，伊第一件代志去做啥？去采石，吼、哦。因为伊就是安那，只要有他修理做多的，你看嘛，因为禅定了，就是讲，伊家己心灵上感觉有自我。经过七禅师安尼个点化了后，吼、哦，伊认识了讲，伊家己真真正正是实体，真正是实体。所以七禅师伊运用了安怎保养，吼、哦，你一般人来讲啊，你甲学这物件，我已经甲你送去国外，伊则是讲，即卖介济人吼，咱电视内面一个所看个吼，伊甲看了遐物。跟你讲是，话亲像咱华人哦，是好一个地啊吼，哦，伊是来讲，伊是来讲，哦，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后，然后他后来就变成最后的一个崛起不可收拾，也有华人，哦，其实有听伊讲啦吼，那起码来讲，变做无情无义的，哦，就是被做出来这种业力和牵缠，所以。去尝试的是讲，人伊运用了伊家己的包容，吼、哦，伫危险当中，佫会当安然处理，吼、哦，透过迄个教授就对啦。而且佫能应用到迄个中国，互迄个中国呢，伊家己会当改变着，伊的思想思维，吼、哦，而且真正认识了伊家己，难怪啊，伊家己有通成就，真正成功是成功者，吼、哦。那么还有一项就是讲，有一位科鲁内瓦多，哦，伊去清洗佛陀的时候，哦，佛陀要解开着伊其中一种的疑惑，佛陀问解问，问佛陀安怎讲？如果我无要问讲袂出的物件，嘛无要问讲袂出的物件，那么请问那是什么物件？我这个很复杂，我不问。不可以说的东西，也不问可以说的东西，哇，安尼安尼，这是真的物件。结果，不多听了啊，一句话嘛拢无讲，一个字，拢无啥拢无回答。然后，那干那高天伊面头前啊坐落来，那波罗文呢，哦，伊话哦，看到不多这种的异动了，哇，感觉真赞叹。佛陀大慈大悲。哦，伊讲一个听讲我不要的问题，就解开了我的疑惑，安尼，哦，我会当开悟啊，哇，啊，真奇怪的吼、哦，所以就合掌顶礼了，离开伊。那么没有有，几乎伊也安尼尊敬，就感觉讲真正的奇怪，对不？伊清醒了吼，像不讲有缘故，伊是你莫要相信，看伊安尼个。啊，无讲着啥物一句话啊，无啥，安尼足欢喜，安着离开着着啦吼。伊到底是骗我个啥物？所以讲有无啊？对大家人尊敬的吼，然后开悟这个代志，有当咱亲像啥？世界上有一只足好个哩，看到伊个主人，伊主人赢赢了后，就知影怎么走。迄个是来讲可以讲一点。运气的那是运气，运气啊！所以想运气才是问题。
只要咱会当咱的本性会当较好、较硬、较天、较硬，那个一个举动、一举一动来源呢，都拢会当去想。所以，话多所以所讲的，袂无要问别人你讲的，嘛无要问别人你讲的，那是啥物事啊？自然本源，众生的事。修行的目标是安怎？就是讲要开发一个人伊潜在的一个智慧。比如说，咱去做些事业时，他都会一种，我要怎么样子开发你的潜在的意志力呢？最好也讲一，比如说发布一样的。所以修行的目标就是讲开发咱一个人潜在的智慧，把咱精力部分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会当运用。有限，量有限，所以这呢就是爱培养家己啊，自信方面的去增强，所以地位呢，当应天化在世间一切事情，好，来当管教人在本身，互咱家己呢啊，无染无脏，无受力量的对吧？所以讲。地位就是咱修行一切法的一个途径，这个我们给咱指示，修道人的地位，不是伫个深山古洞顶面，而是由生活周遭去培养。
咱呢，即个给咱指示是讲，修罗人的地位不是在青山古洞顶面啦，啊，而是在咱生活的周遭里面。那亲像咱从各位先生讲，假使讲咱在青山古洞内，咱的地位吼，伫内底去展现，够唔够呢？咱就是讲，在咱家己日常生活当中，要安怎去利用，要做少个力量，就是小细节个力量。所以人的这个内在心灵呢，本来就是一种真正圆满的存在，而且真正具足的一种法相，在咱心中内头储存这种啊一挂能量的保护，能量的保护。注重的是讲吼，能够啊无穷智慧与慈悲的力量。他是讲，咱要怎样个安怎去善用这个力量？吼，这个力量不但讲会当转化咱家己本身，佫会当去转化周遭的人，我叫起来，我们要怎么样自己把握这一股力量？所以咱心灵上，会来安怎样来去超越？那么突破困难的那个这个力气是什么？就是智慧。突破困难的是力气，所以地狱得让啊，他的生成前、变现前先呢，那就是讲无说话呗，无说话呗，无主观啊，那就是讲得让空白其心。空白其心，然后就是讲，咱心本来放不开，放不开，那还善于心，刚才是就大海的船，大海能够那海船，也那憋船呐，大海憋船，所以啊，以前的吼，在日本时代有时大师叫做南野大师。南无大师，南无大师。南无大师，咱南无大师呢，伊个人足巧的，而且也得行的足快。就这些，以前他还有智慧，做人能够更幽默。有一天呢，就是讲有一位呢，就是满腹的言论，但是他傲气十足，傲气是啥？是讲太骄傲、傲气的吼。讲伊是做个这大学的教授，他是文采，一文下，文下呢，那么。南明大师呢，伊无正面个，伊就敢提一个龟啊，一边啊，一边头前，啊，第一个来，就是钱，钱就摆喺第一波出来，啊，那你南明大师呢，无管，动作没有一回事了呢，啊，就一下老师，快管出来，这边就用，叔叔，你第一个管出来。南野大师呢，叶先生呢，以前他们啊若无其事啊呢，啊无介意了介，袂讲啊呢介紧急般了对啦吼，慢慢死啊呢对啦吼，就袂讲啦，一个咱一个人啊吼，如果亲像迄个鸡啊呢感觉，一个人如果亲像迄个鸡啊呢，敢若带满着伊家己的即个看法吼，拢家己伊家己看法。永远是无用的，所以讲我就觉得大汉一点，因为万教顺嘛，然后千受益满招损啊，这个是安尼。所以讲，那无把迄个杯的水先倒了了吼，就敢那咱这个人同款，他很自然的时候，你若无把迄个锅皮吼先一锅淡掉，就无法度去接纳大汉一点。所以讲，还是
所以讲，咱人际，咱人甲人对待当中，拢是啊，要甲家己呢表现讲家己的观念，因为讲不容易进行啊，人的意见咱就对啦。在迄个空间，除了你家己的声音了，是毋？哦，是讲你个人讲，你家己意见不一样，那么你说的算完了。啊，也结婚呢？那是算了，因为你就是你个人的意见嘛吼。所以讲，那咱落来目标打破自我，慢慢的去摸一个概念出来，来让吸取大智的智慧来。所以讲，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呢。咱家己是毋是讲反求诸己？反求诸己，反求诸己，好，你来讲。那反求诸己的话，摧毁咱对咱清净的自信。所以讲，我们如果没有反求诸己的话，相信啊，好，我们就不知道说我们所做的是什么，但被安安安安去做。所以说咱这个人嘛，来讲呢，我们要有欢喜心，欢喜心啊，欢喜心是啥？就是讲，咱看到什么人，看到什么，咱们就欢喜。所以讲，社会因素咱是无公开的啦，但是在咱修行环境下来讲呢。讲的是正气，看的是你哪个正正向，好，我们是要欢喜心，而不是说，那你看的是哪，都不管，看的是哪，好，都不变，看的是哪，不好，不好，阿弥陀佛，万分正道，那么那是什么？魔心呐，哦，你若无欢喜心，就变成魔心啊。哦，所以讲，咱在讲修行咧，伫个经文当中，哦，修行就是讲，咱伫个经文当中修。但是咱听完经文了，但是啊，我们忘了我们自力的一个功夫。自力的功夫，咱要安那以后就听归于咱家己，哦，教授来家己，安那就对。那无自力，那啊，讲起来就是说，凡夫俗子，凡夫俗子，我是你，等于从过去安尼也对了吼。所以讲，当当咱看到啊外在无完满的时阵呢，迄个时阵就啊反省出咱家己的心，心境也无完满出来，啊，那么这时阵呢，然后去。把咱心先过来，反求诸己，唔看咱家己，哦，为甚物咱会无安稳？是毋是咱的日子不久？哦，为甚物办无安稳？所以讲咱过去啊，伊好些个感情，然后过去嘛，感觉讲有甚物，几一个病然后有太太然后，伊若讲啊。你这个怎么样子？哦，我是过节的时候，哦，做什么？对不对？那我就叫我们直接讲哦，家己讲，我感觉讲家己多一样的对不对？哦，我嘛是我的有钱哦，但是今晚不是啊，我们要反求诸己的一个，我要安怎？你讲问我家己，为什么会感觉讲啊，足正无安稳，足正难过，或者是讲你心内有甚物苦来的时阵，是应该家己多一样的讲，多一样的所在。反求诸己，好，所以修行呢，无私，好，无私，无有，无贪，好，这样呢，去人心，去人心呐，去人心呐，好，显大心，人心。这人心啊，一条呢，这朵心在里面。
该当有地位啊，是就所以谈真的来说，光是说人心放下，好到切线，目前其实变化也很多，好，你说。只有往外看，没有办法，不知道，那都啊。
往内回观，所以讲我们知道祖先佛之言呢，一点话里面，那么祖先佛呢，那不免呢，第一个就有这些话，就有肯定，就有悲悯，那事实上，或许刚刚有讲过，这个当说供的时候，那么安安有吗？好像感觉自信上，让人一点心。像这样，还是讲我家己听，因为咱话需要较实的所在，较实较侪较侪，或者是这大重点的对吧？所以，但是或许你是讲看了这个讲题，或许是这个讲题，哦，这个别都讲咱家己呢，话家己呢，哦，啊，就爱讲吼，好好啊，做好好的境界。所以咱修到上界境界是啥？就是讲心存自己，好多讲心，心量修多嘛，吼，心量修多，是吧？心存。自以为是，然后一改一点一改一点，那么呢，讲我要怎么样骗他交钱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念念无助？哦，你去再当念念圆满啊，这圆满啊，哦，两两该是完完全全了，好，来无助啊，所以讲。看这两年是，是讲无主家庭是本性，伊世间生活方叫咱是本自性，天地出世，决定之时，啊，变相为公，不是错害，不是喜欢，是讲咱无所执着，哦，就算讲在世间上是讲错与歹，还是讲咱无家庭，哦，那甚至讲。在言语上有所表达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拢练习修炼啊，不好，不是错坏，吼、哦，咱拢练习修炼，那就叫无所执着啊，那个，干起来吼，所以讲，一旦随缘而生啊，一切都还随缘啊，那样，所以我们今天的道场里面在乎的是什么？有的人，比如你办了多少的道啊？你度了多少的人？啊，我们现在，然后再来的时候，当你修修，我们有成就多少的众生？多少的道亲这样子？哦，很少的人呐、啊，他会反问自己说：我们的心念有多少？那你心量有多少？你是讲这些？那你心量有多少？好，那你心量如果？我们的信念大不大？哦，那你包容没有？那你包容多少钱？那做改什么？这，咱在咱修行者来讲呢，那么我多去包容他们心中的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非常重要的包容一下，好，叫包容这些概念。那么不讲的说，我们的头，那你好，当然也有，好，能够我气压也好。咱平常拢袂记诶嘛吼，咱讲啊，即个酒虽然讲安尼酿酿酿吼，啊，迄个就是无迄个迄个，切开来无嘛吼，拢麻切开吼，但是所以讲冻诶，头人冻诶落来，冻到底，冻到底吼，那大家拢看这个修诶是相当诶好，较幸福，所以我们的信念。我们的心量，咱的心量一定要有够多，保养力一定要充分，哎，对，哦，所以这方面我们来讲，修行爱上地位关照，哦，修行要常智慧关照，才能走出心与境的迷失。你说，一旦你要是有心跟业的这个迷失，那么再一旦察觉自己的弱点在哪，上干。发现有单改的区域转变，所谓这个心与境的迷失呢，是讲
是认识，是这个书的书吼。是讲心甲念的意思，就是咱的心已经不在了，哦，有干的了，咱的心已经乱去了。那么咱要安怎样甲伊接过来？心若乱去，吼，那个事咧无伫遐，咱就无法度甲这个心用伫个修行里面。所以咱要安怎样甲接过来？那么咱的心若是迷失无去啊，吼，就真正容易去哦，这个外境来甲咱干扰，甲咱牵引，吼。所以你外境上。就会产生了真正、真正是一种种的这化解、甲烦恼出来。所以讲，修行来讲，重点的啦，就是提现在讲要学，第一个是讲化烦恼为智慧，化烦恼为智慧，化有心，用心为用心，就是讲你这个心用在什么所在。哦，你有这个心去思想说别项的代志，不应该做的代志，把这个心呢，也倒转来用在咱家己需要用的所在。哦，为着咱以后要咱去开拓，要咱去发展，要咱为着心来付出它。哦，化用心与用心，那方面一寡其他的，注意迄个事宜。大家讲咱尽心尽力，为提升奉献。那所以讲，我们呢，一定要往内观，往内观哈。Thank you.